我跟你讲，真两位施主，你这个杀鸡边我惊伊脑充起来吼。啊，咱来请这蔡秋凤特殊的歌声，是的，应该是代表性的歌曲，《金包银》，OK？ OK。好，来，歌声吹了，《金包银》。这首歌好听了吼，真侪这个啊，比如讲咱较歹名人的代表性的歌曲，我感觉这个歌有鼓励作用。对，感谢秋芳带来这么好听的歌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一直在唱《金包银》，没有，我母娘跟你说什么？我心里一直惊，讲伊把我出来，你把我变叫，我都爱一个叫我的。可丽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是好姐妹，对对对，你有个叫吼，我有个叫。等我电话安嘞，我即马来伫外口，我唔免唱歌。